my god， 小吴神厨。好啦，我的。这样动一动，动一动，动一动，稍微消化一下。捆吧！哦，好乖哟、哦。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50左右，我要起床了，欢迎收看我的一日 vlog。 一般来说呢，小吴的起床时间有两个，一个就是早上8:00多左右，另外一个就是下午2点，就是分平日或是假日，然后还有分有没有工作。那今天呢，因为是平日，所以我要先起来看股票，我就会在8:50的时候起床。噔噔噔噔，小小的 pumpkin 就会睡在我的床边。Oh my god， 早安，欢迎收看一日 vlog， 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为什么会拍成这支影片呢？就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说想要看小吴防疫期间都在家里面怎么度过一天呢？现在尿尿，然后小吴有戴这个牙套啊。我戴隐形哎，可是我通常不会那么早吃早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先不会拆我的牙套，我就会等到我大概中午的时候才会来拆我的牙套，去躺在沙发上再休息一下。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要先把客厅的冷气打开，这样客厅就会凉，它上来之后才不会热。早上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必须得做的事情，例如说像是先来后面看看 pumpkin 尿的尿，然后要换他的尿布垫，帮他换上新的尿布垫。等待pumpkin早上起来尿尿，加油，好好尿尿哦。然后再来是早上，我大概都会先喝3杯这个大小的水，一早起来的时候。然后还有大概一周要浇一次的花。让我的发财树可以继续发财，发啦发啦！对，然后就会躺回我的沙发去休息。早安啊，小 pumpkin， 早安 ，good morning。通常只要我上来客厅没多久呢，这只小狗狗就会上来陪我一起，怎么那么乖啊？Oh my god！ 然后我就会躺在沙发上愉快。为了拍一日 vlog， 不得不呈现小吴最真实的样貌，就是平常小吴在家就是这么宅包的样子，而且是一大早起来，看我脸真的是超暴走。你在看我玩笑吗？你是不是想看我笑话？反正呢，就是早上起来呢，大概10分钟内，小吴就会到这个位置上，然后就开始看今天的股票还好吗？什么什么之类。说到股票，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你不要因为听到小吴会买股票，说小吴是。赚很多钱怎么赚？没有，那股票要赔了多少钱？这是史上最强的反指标，我买什么什么就跌，这很夸张。某一只股票，然后那股票就跌得很惨，跌，跌到不行，赔了不知道多少钱。然后上次就收到一封信，就那种什么会给股东弄，就是什么股东礼什么之类的，35块超商礼券，我赔了不知道多少钱，收35块超商礼券有什么屁用啊？气死我了！所以早上9点是不是还很早？就会这样子哗哗，然后就放着。我就睡一下，然后再起来，好，然后再睡一下，这样，通常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就是看一下我的 LINE， 就看前一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工作，就是经纪人交代的事情啊什么的，看看有没有就是要立即处理的。一早起来大概2-3个小时都是我今天一整天工作的缓冲期，我就会在我的沙发上。就是完成这些工作。今天早上没有什么特别做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就是再睡一下觉。通常我这个时候呢，会再睡大概30-1小时，不更眠。我发现今天太早起了。今天睡到1:30了，傻眼。没关系，赶快起床。好，起床。然后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早上了，我就会把灯打开。然后我想说，我今天因为要拍影片，我不想要整天都那么丑，我就先去洗澡。我洗完澡之后就变成帅帅的，再继续过我今天完美的一天。虽然我已经不小心睡掉大概3-4个小时，但 don't worry，
我的阴天还是很精彩的，大家相信我。等一下我就可以吃午餐了。我要来去洗澡了，等等等等，因为再来就是我性感的 body 的时间，所以你们不能看，这是十八禁的，就由我小吴本人一个人来承担这一切，就是我看着我自己性感的身躯，然后洗澡，看得出来吗？就是我只要在家一天不洗头，我头就很容易超油，你看，我看到一丝一丝的这样子。啊，现在小吴就是要来化妆。然后其实我化妆蛮快的，应该就是十分钟就可以把全部事情都处理完。真的是 ，Oh my god，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你看，超大颗的痘痘，还今天不要化妆了，好了好了。今天不化妆了，就这样吧。刚刚我去洗澡的时候呢，小吴时间管理大师已经外送了这个我今天的午餐来了。我今天午餐要自己做，上次不是有说过说小吴很会煮辛拉面吗？而且我煮的辛拉面是大学同学都公认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不夸张。今天就要大公开这个我曾经想要开店卖辛拉面的这个食谱。现在的煮水，水已经快要滚了。两包爱的辛拉面面，就是先把它原本的调味包都丢下去，原本附的酱料包调出来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可是这样对重口味的小吴来说是完全不够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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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瓣酱，唯一指定海霸王同学，他想要自己去做，他可能就看到那种特价的豆瓣酱就买了。No， 这是大错特错，是大忌，就是给它加进去。这个话可能就加三次，因为这汤匙比较薄一点点。你看我大加进去之后，它颜色就有变化了。我把它搅一搅。这个海霸王是我遇过最合最合最合的，有没有？这样子汤的颜色还是像这个色系，可是就变得稍微饱和浓郁了一点。Oh my god， 小吴神厨！好啦，我的辛拉面小吴特制，全世界 number one 的辛拉面已经准备好了。那我都基本上午餐会配饮料来喝，你看到我的饮料都觉得是料是那种满满的那一种，就是能够加的加好加满。我最近在追的剧是这个《我的上流世界》，Oh my god， 太好看了。就这样子默默看了半个小时之后呢，面吃的差不多了，我现在要开始吃甜点，噔噔噔噔噔 ，Oh my god！好的，现在呢，小吴吃饱了，要来这边准备运动了。Beauty Pro 的瑜伽垫可以说现在开卖，真的超好用。好的，大家，现在呢，小吴就是要用这个瑜伽垫，以及这个超级厉害的滚轮。这个滚轮呢，它叫健男女滚吧，就是健身男女滚吧的滚轮。它这个很赞，因为它有两个轮子，然后就可以让你就是不会直接滑掉这样，因为滑掉就很危险。弹力带。可以扣在你的脚上面，这样子回弹回弹比较好做，女生也做得起来。小吴刚吃饱嘛，就想说啊，这边稍微就是动一下，不能说就是刚吃饱就去睡觉，因为那就会变胖。那因为等一下我四点多的时候呢，要跟工作室的人开会，就视讯会议，所以现在先赶快运动一下。啊，这样动一动动一动，我都稍微消化一下。好累啊！我跟你说，这个瑜伽垫真的很好躺，它的厚度就刚刚好，然后它的表面上是有颗粒的，所以它很好抓地。像是你如果说做些动作什么的，它都是不会滑掉，品质保证，一分钱一分货。健男女滚吧，它这个呢号称是什么杀人凶器，因为用一天痛三天。不夸张，超级有用，直接刺激你的这个核心。健男女滚吧，滚吧，好痛哦，现在是四点，我们约今天四点钟跟大家视讯。现在我们大家在开会，在视讯彩排之后拍影片的角度。对，然后看一下悠悠整个 ，Oh my god！ 这怎么头？这怎么头 ？Oh my god！ 善缘直接消失。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黄正宏这人，好屌、哦！是
你们会唱小吴的 vlog。再来是我跟 Pumpkin 的玩乐时间，因为现在就是疫情期间，我就比较少大家出门，可是就是会在家里面陪他玩。看到那个大蛇了吗？大蛇 ，Pumpkin 啊 ，Pumpkin 啊，有蛇 ，Pumpkin，Oh my God， 有蛇，缠住了你，缠住了我，缠住了你，缠住了我，来，过来，坐下，好，来，来跟蛇玩，蛇玩。示范才艺给大家看，来，请坐下。我跟你说，示范才艺的时间到了，让大家看看，我们平常在家都是训练有素的，好吗？好吗？我们今天一日 vlog 就要呈现出我们家的狗不只是网美狗，我们是多才多艺的。来，拍拍！哎呀，好乖啊！快给你进去吃，好吃哈，好吃。好，握手，握手，好乖，握手，好乖，拍拍！哎呀，好，来趴下。biang biang， 哦，好乖哟、哦！装死，快点装死 ！biang， 哦，好，不能起来，现在要装死 ，OK？biang， 今天训练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哈，好，帮你收工，收工，过来，过来。Oh my god， 好像起床还没多久，天就已经快要黑了。刚刚呢，去楼下拿包裹，你们猜看我今天准备了什么东西呢？噔噔，这很酷呢，这是要送给大家当礼物的。然后因为我手机壳的照片也是这个，然后我想说我就要定制几件这种衣服，然后就是送给大家。只要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说好想要抽小吴的 T 恤哦，我们就会抽出五位。Oh my god！看到没有，是不是超好看的？而且很修身哎、欸，拜托，只送不卖哦，我们没有在卖这个衣服哦，全球限量哦，大家快点去抽奖吧，抽奖，抽奖。好的，再来是我们的跳舞时间。现在时间是已经是晚上6:20左右。为什么小吴挑今天拍 vlog， 就是因为小吴今天工作没有那么多。我刚刚就稍微回了讯息，回拜半小时，就是把一些小事处理好，把文件用好，就这样子。然后现在呢，小吴决定起来，差不多又可以再吃甜点什么之类，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下午茶时间。哦妈，真的好多东西哦！先喝个果汁牛奶好了。有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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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就是中午被吓醒的时候，我想说完蛋了，会不会变成一支就是史上最废的 vlog？ 可是后来越拍越觉得蛮好笑，因为我的日常生活真的就是充满了惊喜。就是看我的 vlog 很无聊，因为我就是废物的一天嘛、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又看到我又躺着了，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外送都要等很久。我记得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叫外送，那些餐厅是显示30到40分钟，结果我等了2.5小时，所以我现在就趁我还没有很饿的时候，我就先叫。然后我刚刚叫的是那个好吃的烤鸭，然后它上面是写90到100分钟，所以我可能会等5个小时吧，我也不知道。那趁这个时候呢，我再去找点事情做，要不然太浪。浪费我的一日 vlog 了。相信大家想看的是小吴充实的一天。再来是我们的公关品时间。哇，谢谢 Ipsa 的这个流金水，好漂亮哦！哦，谢谢你，谢谢你当我的背景哦。在等饭的时候呢，觉得有点无聊，我就自己做了几个心理测验。就是完全是 made in 消物，完全乱掰的心理测验，就是不管你怎么选，答案都是只有被小吴骂的那个份儿。喂 ，Hello， 怎样？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心理测验，然后想要请你来测试。对，你要想象那个画面哦，有一天你是有钱人，那你住在一个像阳明山那种顶级豪宅的家里面。嗯，有一天呢，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家里养了很多只的动物，乳牛吧，乳牛。好，那你把不解答就挂掉吧。你是一个骨子里就是坏女人。嗯，你知道我在拍我的一日 vlog 吧？哦，我知道。OK，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人格心理测验。
犬这个人很少哎，他上面写说你是哦1%顶尖的小贱人呢，你很会选呢，恭喜你，恭喜你哦，哈，好，好，拜拜，拜拜。好的，我的外送到了，自己一个人点了双人套餐，是啦。抹茶千层，是每天都一定要喝的这个一滴入魂酵素，怎么样？基本上呢，小吴每天都在家里面都是暴饮暴食，必定的行程就是来一杯一滴入魂的酵素啊，然后每天都可以这样。好的，刚刚我发现又有一个货到，就是这个噔噔，我订的这个防护衣，它是那种一次性的样子，然后我现在试穿一下。它开箱这个防护衣哈，它的材质呢不透明的雨衣。OK， 这就是我穿好防疫装的样子，我就。Oh my god! Oh my god!这裤子不能深蹲，我刚刚这样子慢慢飞呀呀的时候，它就这个防护衣不能够热舞，不能够正常出门使用，不要在外面热舞。好啦，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小吴的一日 vlog 差不多要结束，因为小吴今天就要立马把它剪出来，所以等一下小吴行程就算是一直剪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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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片打麻将、剪片、剪片、剪片打麻将、剪片、剪片，就是这样子。线上打麻将的时间可能有点晚，就是可能是半夜2点才会开始，所以我就拍不到那个时候。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如果说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订阅、按赞还有追踪哦，我们就快要100万订阅了。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赶快帮我点下订阅吧，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一日小吴 vlog 晚安。